7500牛变推力主发动机开机，期间组合体进行快速姿态调整，逐渐接近月表。此后呢，通过视觉自主避障系统进行障碍自动检测，利用可见光相机根据月面明暗选择大致安全点，在安全点上方100米处悬停，利用激光三维扫描进行精确拍照，以检测月面障碍，最终选定着陆点，开始缓速垂直下降。即将到达月面时，发动机关闭，利用缓冲系统保障组合体以自由落体方式到达月面，最终平稳着陆于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着陆器与上升器组合体成功着陆之后，着陆器通过鹊桥二号中继星在地面控制下进行太阳翼和定向天线展开等状态检查与设置工作，此后将正式开始持续约2天的月背采样工作，通过钻具钻取和机械臂表取两种方式，分别采集月壤样品和月表岩石，实现多点多样化自动采样。同时呢，将开展月球背面着陆区的现场调查分析、月壤结构分析等科学探测，深化月球成因和演化历史的研究。